会从2011年九月成立至今，已迈入第九年。同学们在总教练洪基锦、陈杰阳教练的指导下，参加国内外大小比赛，皆获得优异的成绩。本校历届武术队毕业的同学，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中女高中。武术精神不仅要学习套路的展现，更重要的是武德，学会持续不抱怨，从困境中找回自信，从挫折中找回勇敢。九位，各就位。
到此介绍，接下来跑道上将进行的是432年级女生组决赛，第一道203谢东庙，第二道201蔡涵宇，第三道205陈以欣，第四道207叶舒淇，第五道206李文琪，第六道202廖杰宇。周秋威，预备。209班唐以文，第二道207班吴立贤，第三道206班林佳佩，第四道203班刘丽静，第五道204班马方球，第五道205班徐成林。各就位，预备。Thank you.
预备。Bye.